我们通常在进行，就是说，当我们今天呢想要去做这个项，在做这个项的时候呢，我会觉得说，我们可能在这里，我们用肉眼来去观看，肉眼来去观看，这里面没有像，可是你怎么样去，例如说来去判断说这里面有像或是没有像，我们用的函式呢，应该是如果可以写函式，我们就用函式来去解；如果有功能，我们就用功能；如果没有，我们就自己写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刚好那个 find 啊、search 啊，是不是就可以来去让我们找到哦？这里面没有像，然后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这里面没有 none，然后这里面呢有 how，我就把 how 前面的包含数字全部抓过来。现在呢，既然我有了这样一个策略，什么策略？就是说，假如说我今天我要检查像这件事嘛，如果有像的部分，我就把像之前的内容一起抓进来。可是我现在必须要先做一件事，把这个前面的部分先全部都先清掉。怎么清呢？例如说这边这一串的文字，减掉新北市，减掉新庄区，减掉中正路，如果在这个地方遇到像的话，我是不是就会有前面有阿拉伯数字跟像，你就把找到的那个像前面的内容全部都放来这里。例如说啦，再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一个策略？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策略？一定要请你们先听懂，否则的话，等一下我们做那些什么写函式啊，你会搞不懂为什么一下要写 find，一下又要写什么 substitute。好，我只是要告诉你我的逻辑。首先在这个地方呢，我就举这个例子，有像的，刚好这个地方，你看哦，这边我是不是要放像？这边我要放130项，那怎么样去找？我用 find 来去找，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个地址里面有像？当然也可以找到没有像，没有像就这个就不用做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重点是有像的话，我是不是要取这一个内容出来？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可能最好要先做一件事，就是把前面已知的地址，像例如说台北市民生东路，整个都先剪掉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啊，我应该先插入一个栏位，应该这边叫做什么？地址一。这个地址一里面放的内容呢，就是扣掉这个地址，扣掉这三个。好，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个地址一会变成316号，这个地址会变成8号，这个地址会变成212、214号，好，以此类推。然后呢，我们再从这里面来去判断有没有像，有像我们就直接把它抓出来。所以呢，通常在这个地方，你至少要先会去做这件事。怎么做？各位，我已经大概把关键字写出来。例如说，我现在哦，想要先去做一件事，我想要去做什么事呢？我想把地址那个内容，地址内容减去什么？减去县市，减去乡镇市区，减去中正区，减去路段。我现在是不是想要做这件事？所以，请问关键字是什么？我们就去问一下 Google 嘛。到 Google，因为当你不知道的时候，是就可以去问，对吧？如果是人生无解的题，还可以问神，可以去算命。那我们这边要输入什么？要输入什么关键字？那我会输入 Excel，然后再打你刚说的文字
相减，可以吗？还真的有人问过了。当然最好是加函数，你不打函数大概别人也会告诉你啦。你有没有看到解答这边，然后呢 A1 里面只要放 A1 逗号 B1 逗号然后空白，就可以把我刚刚说的那个几号找出来。好，我们来去看一下。所以呢在这边我先输入等于什么 SUB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是取代的意思啦，这是取代，不是 replace， 不是 replace 那个取代，是代替。请问取代跟代替一不一样？例如说今天我不能来上课，我找林老师帮我代课，他没有取代我，他只是帮我上了这一节课，对不对？好，例如说我整个都不能来上课，那是不是就要换他来上？他就要整个换掉，所以就是代替一次跟整个取代掉，好，不太一样的意思哦。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哦，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选到这个将字串中的部分字串以新字串取代？没错，将字串中以部分新的字串来取代，那就是前面这边是 text， 而且是什么？是旧的字串，可以哦。所以选它，逗号，接下来呢，那个一个字串，然后旧的字串，然后变成新的字串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要写这一格，因为我要扣掉这些，空一格 ，and， 空一格，这一格 ，and， 空一格 ，and。空一格，第二逗号，两撇两撇，又刮胡。这个是什么 ？B 二加上 C 二加上 D 二，文字那个加就是这个新北市 ，B 二是不是新北市？然后到这边就是新庄区，到这边就是什么中正路 ，Enter， 是只剩下316号了。我只是请你们先知道这个函数怎么写，然后我再教你自动计算，因为我要的是这个内容，然后如何录制聚集，把它整个变成我按一个按钮就全部都执行完，我要的是这个内容。所以呢请你们先动手做到这边，我们只是教你函数哦，我现在只是教你函数而已，教你这个代替 substitute 函数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接下来我要去把整栏全部都做完，不是只有做一格嘛，所以一定是先把某一格，也就是说 sales 25这一格，我们是不是要改成那个样子。好，我现在呢我们来去直接在刚刚这个聚集里面做段转换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写在这个后面，就是段对不起，县市拆分，拆分继续做做什么，县市拆分，县市拆分这个地方呢，好，我继续做做什么内容，好，直接输入 sales 刮胡二五第二列第五栏，它等于什么？好，它等于这一个，从头到尾包含等于都要抠走哦。还有，我常会遇到一个同学，就是说他这边是不是做复制？复制，然后请问你做完复制是不是按 Ctrl 加 C， 然后他就直接回到这个地方了？请问这边结束了吗？这边一个动作还没有做完哦。什么才叫做完？做完是不是你必须要，例如说这件事按一下 Enter 才叫做完？因为最常遇到就是说
这个地方它做了复制嘛，复制，可是邮票还在这边闪呢，代表你的动作还没有做完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到这个地方，他说老师点点点点点，我宕机了，没有宕机，没有宕机，你必须要把这边这个动作给做完。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到这里是不是就可以操作了？好，然后把刚刚复制的内容整个贴进去。如果说我们现在哦做到这个地方，我直接先把这个内容先删掉，这边先全部清掉。好，您看一下聚集，然后县市拆分执行错误，你有没有发现他告诉我这个地方产生错误？怎么样让它变成正确？你知道错在什么地方吗？你再看一次哦，我们再看一次，因为你现在慢慢的去了解错误。好，你这三格不能删掉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您用那个快速填满，快速的向下来去做填满，这三格不可以删掉。好，然后开发人员聚集，县市拆分执行，他说什么？就只有几个字嘛，对不对？您一定一定到时候，你不要用表达法说这张图给我看不是比较好吗？我要看的是这上面的字，我也可以从这个编号上面来去找，可是重点答案在这里，应用程式或物件定义上的错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好吧，我也就直接告诉你，这是代表说这个县市拆分，因为他刚已经这些都执行完了嘛，显然是到这个地方产生错误。它刚刚是不是落在这个地方？这个地方哦，因为它空白，空白在这个地方，在两撇里面，我要再补两个。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。好，例如说像 if 不是说写一个条件式，然后成立的时候。不成立的时候，如果你是要显示是，那是的前面是不是要加两撇 ？for 的前面后面是不是要加两撇？这时候就变成是前面要加两个两撇，后面要加两个两撇。好了，你看哦，现在我再去执行一次，它就会变正确了。可是哦，你可能不太能够理解什么定义的错误。这个县市拆分执行，你看是不是就出来了？你看嘛，那个当我们就要 substitute 做这个替换的时候，它最后一格是不是要空白？可是你放在那个文字里面，它就变成那个意思不是空白了，就好像说变数你前面加两撇跟后面加两撇，那不是空白，是不是做到这边？是不是只算完一格？请问怎么样算很多格？等一下再教你。可是至少重点，你要把刚刚写的这个内容呢换进去，换到这个聚集县市拆分编辑，做成这一列。这一列有没有问题？就请你现在动手做这一列咯。就是这个内容是从哪来的？从以下复制贴过来的。千万别打字。请用复制贴上，在 Excel 这边是不是就有这个内容？只是到时候记得要把这里面前后各加两撇。好，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。接下来我们不可能只算12这一格啊，我们还有1314到1001，怎么样把它算完？我们是不是改写？就是把开发人员聚集县市拆分编辑一下，请问一下这边是不是要写一个for回圈？
Bow I 等于从多少到多少？二到一零零一，因为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直到一一零零一全部都要算嘛。然后呢 ，step 一，然后 next i， 接下来这边最好加一个说明，写什么？这应该是地址二。地址二是什么呢？地址减去什么？那个县市，再减去什么？乡镇。市区，再减去路跟段。那请问一下哦，这里面什么东西要变成 i？ 是不是这个要变成 i？ 因为一二算完是不是要算一三？所以它是不是要改成 i？偷偷的告诉你哦，这个等号的左边啊完全不用动，你只要改好变成 I 就可以了。所以等号的左边啊大家都不会出错，重点是在这个地方。请问 A2 的2要不要改成 I？ 要哦。好，所以我就改成 I， 为了我上课方便啊，我先把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哦，我先复制，复制哦，然后贴到什么地方去？贴到记事本，因为等一下可能还要再跟你们讲一次。二是不是要改成 i？ 这个二是不是要改成 i？ 这个二是不是要改成 i？ 这个二是不是要改成 i？ 对哦。可是你应该要知道一件事哦，如果这个 i 前面后面是不能加两撇的，因为它是阿拉伯数字，它是阿拉伯数字，所以呢这个 a 的后面是不是要加两撇空一格，然后呢 and 空一格，因为这个 i 是一个阿拉伯数字，这边都是文字，因为文字跟阿拉伯数字你要是把它并在一起，它会一直把这个 I 当作是英文字母，现在呢就不会了，现在它把它变成是二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，请问这边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哦。通常我会这样建议啦，通常我会这样建议，就是遇到变数，变数这边是不是一个 i， 对不对？遇到变数，你前面就先放三个空白，然后呢，这个 i 的后面放三个空白，然后两撇。我真的要告诉你，等一下，真的。十个同学，有五个以上的同学会问我说，老师这边怪怪的。好，接下来这是不是变数？为了我上课方便啦，我先把这个变数前面我先加两撇，然后三个空白，然后变数的后面不要去管，这个空白一定要在哦。好，这个 i，因为它是变数，变数的前面后面不可以有两撇，一二三，接下来呢两撇，当然就是这个中间啊，这个 i 跟这个 b 啊中间要加一个 and 啦，然后这个 i 跟这个变数跟这一个字串中间要加一个 and， 是不是还剩下这一个，对不对？这个先加两撇，空格空格空格，
然后呢，这个 I 空格空格空格加两撇，然后这个地方加一个 and 符号，这个地方加一个 and 符号。其实只要加两个空白就可以了啦，只要加两个空白。好吧，我再重新讲一次，因为这样子会讲乱掉。本来是长这样子嘛， A2 到A2， 然后 B2 加 C2 加 D2。 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先加两撇，空一格 and 空一格，因为它是变数， I 是变数，所以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。接下来到这里，先加两撇，空一格，然后 and 空一格。接下来呢，这个 I 的后面空一格，然后 and 空一格两撇。这个地方很重要，这个空格不要忘了，这个很重要。接下来呢，是不是要到这个地方了？它前面是不是要加两撇，空一格 and 空一格。接下来这个 I 的后面空一格，然后 and 空一格两撇。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到这个地方了？所以前面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，到这个变数的后面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，整个做完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可想而知它真的有困难度。我们先来去执行一次好了。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就是，你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都会弄乱，你唯独知道这是变数才是王道。 I 是你自己定义的，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它前后不可以加两撇？因为它是阿拉伯数字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到时候也可以去检查一下你的 I 啊，前面后面都是没有两撇的。然后呢，你重点哦，是要去数数看。不过这边刚好又配合了自己本身什么 B2 加 C2 加 D2， 它本身里面又有 and， 增加它的难度了。所以还是请你们动手做做看。可是至少现在我先关掉咯，我来去再执行一次。随便你游标移到哪里，聚集限制拆分执行，是不是全部都帮你做完了，而且漂漂亮亮的，有花你几秒钟没有嘛？下个月你不用再花脑筋重新想了，只要你程式一次搞定。所以我再重新做一次刚刚那个内容，重点是这个地方你一定要会啦。首先这边是不是等于，好，那怎么样去改写呢？我一样就是说，本来是不是看到这样子一个内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先把这个2改成 I， 这没问题。因为 I 都是变数嘛，所以呢，所以你至少
至少先做一件事情哦。这些都是自串符号，因为它是自串符号，所以前面要加两撇，后面加两撇，空一格，就是说这个是阿拉伯数字，所以这个变数跟自串它是分开来的。分开来呢，你中间一定要放一个 and 符号，这样就把它接在一起了。再接下来这个 i 的后面，所以空一格接一个 and 符号，空一格，因为这边不是变数，所以就直接加一个两撇，可以吗？这个地方一定要听懂，听懂后面更复杂的开始了，是不是？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是一个变数，是这个是一个自串，自串后面两撇，空一格 ，and 空一格。接下来到这个 i 是阿拉伯数字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就直接按一个空白，然后一个 and。空一格，这个空白不要忽略了，它必须这个地方就要给它两撇，因为这个空白是原本那个 B2 加 C2 加 D2 一定要有的空白，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，然后到这里是不是空一格 and空一格，两撇，接下来又到这个 i 了，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，接下来到这个地方空一格 and 空一格，两撇，做完。接下来就是考验你到底能不能认识什么是变数，什么是自串，反正就是这个 I 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好，请你们现在动手做。